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70页啊，470页第三行，从当中愿生我国看起啊，愿生我国即回向至故地，也就是回向的目标，愿我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国也。这个心量大啊，我们常常要有这种心量啊，不但自己往生极乐世界，希望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啊，要有这样的胸襟啊，度量。如观无量寿佛经说，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前注语，前注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啊，丁福宝居士做的啊。他说：“十遍称名也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一句佛号念十遍啊，这叫十念啊。往昔，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他们对无量寿经有深刻的研究，其成就不在中国祖师之下啊，很值得做参考。他说，经十年前专称佛名为十年也，此言念者为称南无阿弥陀佛，经此六字前名一念，就这六个字啊，一遍是一念，十念就是十遍，以上经论意思相同。乃至十念是指称名啊，称佛名号啊，下至仅得十念者啊，仅得是什么呢？人在临命终时
一生没念过佛，啊，命中之前呢，只念了十句，这就叫仅得十念，这是最少的，啊，甚至于还有一念，十念念不到了，一念，一念怎么样，也能往生，这法门不可思议，啊，真的是难行之法了，啊，那我们要追根究底，为什么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那么深，什么个道理啊？不能不知道，不知道啊，你有怀疑，你的信心有问题，就不能往生啊。这一念具足真心真愿，一句佛号能往生啊。原因是你本来是佛，道理在此地啊。信愿持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他帮助你，你要不是本来是佛，他就帮不上忙。啊，那谁知道本来是佛呢？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是佛，我也是佛，他也是佛，本来都是佛了。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是圣人，这个意思就是人人本来都是圣人啊！你看连三字经上都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就是本来是善，不是学来的，是天生的，本来就是善，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圣贤，这个要承认。中国的教育真实智慧啊，外国人承认啊，中国人最懂得教育啊，教育做得非常成功，所以几千年来这一个大国没有被淘汰呀，一直存在呀，将来还是永远存在啊。什么原因？教育，中国人懂教育，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智慧啊，有教育的方法，效果经验非常丰富，这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啊。世世代代都认真教导啊，主要负责教导的是家庭，中国在过去是大家庭，大家庭都有塾，塾就是学校，私塾啊，本来是这一个大院子，门口两边的两间房叫塾啊，也就是他教学的地方啊。四合院，看古时候四合院这个图你就看到了
啊，没有一家了不重视教育的。家有家庙，家庙是祠堂，家庙当中储藏的家谱，家谱是家庭历史啊，家家都有啊。啊，你去查一查家谱，往上追溯，100多代之前，同一个祖先。啊，我有理由，没经过考察，我有理由相信，大概中国的汉族是一家人。炎黄子孙啊，炎帝是伏羲氏，黄是皇帝啊，皇帝才创造文字，距离我们现在4500年啊，炎帝就找了伏羲，伏羲再向上推1000年，就从伏羲到我们现在5500年。哎，奇怪，地球上只有这一家，没看到第二家。啊，那么这讲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源远流长啊，不容易啊。啊，外国许多专家学者知道了都非常羡慕。啊，这个东西留下的真好。尤其是他们的文字啊，汉字文言文，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载体。你看我们四库全书徽要啊，全是用汉字文言文写出来的啊，它有什么好处呢？汉字文言文没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空间的限制啊，没有空间的限制，就是任何人只要学会汉字文言文这一部智慧的宝典，你就有份，你拿到钥匙了，这就是祖宗留给你的真实的宝藏，无价的宝藏啊！无论哪一个人，无论哪一个时代的人，他不受时间限制啊，完全能懂得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真实意义，我们能看得懂啊。啊，这种文字的载体也是全世界只有一家。啊，全世界的文字都使用拼音。语言，语言会变，常常变。啊，1年半年之后，话就听不懂了。啊，唯独文言永远不变。啊，中国的文言应该可以说，在二战之前。这时间不算长，70-80年前，中国的汉字是亚洲的共同语言。啊，韩国完全使用，一点都没有改。啊，日本人改变了，根据汉字改的。啊，日本人读汉字
多文言文啊，中国的古籍传到日本的很多啊，群书之要失传了，在日本啊，一千年之后这又回到中国来了啊，在中国失传一千年啊，他懂啊。越南也如是，越南二战之后才有越南文字，在过去完全是中国文字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二十一世纪是东亚文明啊，东亚文明的主体是中国，它有三个卫星文明，那就是指韩国、日本、越南啊，是同一个文化圈，这四个国家要合成一体就能领导全世界。汤恩比博士说的啊，他说的对不对呢？对，确实如是啊。这三个周边这三个国家跟中国往来有两千年的历史啊，也就是在战国的时代他跟中国就有往来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啊，确确实实称得上是兄弟之邦啊，应当要合作啊，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一切灾难冲突，带给全世界人民幸福、安定、美满。这个事业多伟大啊，要靠周边这三个国家了，要觉悟，要醒过来啊。汤恩比在晚年天天期望着啊，晚年真正看到他老人家的慈悲心，在佛门里头说真正的菩萨那么生念往生，我们明白了，我们不怀疑了啊。最近大概一两个月前吧，潮州谢宗的父亲念佛往生，给我们证明第十八愿是真的啊。谢宗这几年做了好事啊，让人尊敬佩服，真是功德啊。母亲父亲呢平常不念佛啊，也不很相信啊，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他担心父亲老了不念佛不求往生怎么办，常常挂在心上啊。当他父亲在弥留的时候啊，也就是往生前两个小时啊，他劝他爸爸，跟他爸爸讲真有极乐世界啊，他爸爸点点头没有反对，又告诉他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爸爸也笑笑，然后劝他爸爸，你跟我念几句佛号好不好啊。他带着他爸爸念，爸爸就跟着他念
啊，最后这两个小时，当然不止十年。啊，念得很慢，大概也念了几十句。啊，我念佛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念。啊，我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啊，我念的速度很慢。啊，早年我们的护法韩严馆长往生，我就教他这个念法。啊，第二天他就走了。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特别是在病重的时候，体力很衰的时候，这种念法很得力。啊，真的往生了。那最后的两小时，真往生了。啊，证明生念必生呢，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下面这一段就要给我们解释可能性，啊，说或有疑问，有人怀疑来问，文中但云神念，何以经为为称佛名号，而非他种念佛也？经文上只说神念，没有说神念都是念阿弥陀佛。问这么一个问题，他神念念别的佛呢？念别的菩萨呢？啊，下面为我们解答。啊，答曰：神念中之念，即指口念佛名之念，实有明证，真的有明明白白的证据。啊，本经颂一曰：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啊，都是从梵文直接翻过来的。啊，颂一是最后一次的翻译。啊，最早的翻译是在汉朝，从汉到宋800年间总共12次的翻译，所以它有12个版本。啊，非常可惜，当中7个版本失传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5个版本。啊，宋这个版本留下来了。啊，宋译里面说，所有众生求生我刹，啊，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念无名号，这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啊。啊，发至诚心，这个至字可能有问题，啊，也能讲得通就是了，说坚固不退。彼命终时，我令无数比丘，啊，这比丘就是比丘，现前围绕来迎彼人，经虚语间得生我故。啊，这是宋译本的原文，其中念无名号。这念无名号这一句，只能解作念佛弘名也，也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要单单讲名号呢，就是阿弥陀佛。啊，这单单说名号，只能做这个解。
有波州经月，二是阿弥陀佛于是菩萨言，欲来生我国者，常念我名，莫有休息，如是得来生我国土。啊，这是波州经。啊，有这么一段话，也能证明这个神念呢，确确实实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又观经，观无量寿经，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无逆受这个罪可重了。啊，无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惑惑身，这个五种叫无逆。这个无逆罪必定堕无间地狱。啊，这是集中的受身杀道因口妄语两舌其余我口意贪嗔痴，所以居住不善了。啊，临命终时欲善知，善知时为说妙法，这个妙法就是劝他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妙法了。教令念佛啊，观经是用观想念佛，不能观想呢就用口念啊，称名，称名念佛了是十六关里头最后的一关。啊，最后也是最妙的，最殊胜的。啊，所以底下说了，若不能念，这个念是观想念佛，若不能念，应称佛号，称佛号这就是口念。如是至心，令身不觉，具足身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啊，于念念中，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命中之后啊，即得往生。由上经义可证，所愿神念者，直是持名念佛也。啊，念老引经据典，为我们证明。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实在是太稀有了。啊，尤其经文里有一句于念念中，这个念念可以说十念，从第一念第二念到第十念于念念中。啊，那更深的意思呢，那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三十二亿八千年。啊，那个念念中就维系了。啊，能不能讲得通？难。啊，因为圣念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低也不一样。
啊，完全在善根福德因缘，特别是善根。啊，善根是过去生中所修的，啊，这一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就是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佛在大乘经上也说过，凡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就善根了。啊，这一次的人生遇佛法，啊，遇到这个法门，自己具足心愿，就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让你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净土啊。所以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一定要把它抓住。啊，念佛的好处，不爱是法，最大的好处。啊，事出世间法，同时修行，没有障碍。下面一段，古注经家于此愿文呢，也有意见。那对于第十八愿的经文，也有不同的解释。那由于此事是上品愿，由设下品。啊，是下品非也。啊，又有愿呢，此是上三品。此中神念呢，是以设法起神念，非是称名神念。古德有多种的解释，我们以哪一种？是不是我们对这些意解有产生怀疑？怀疑是严重的障碍，往往用怀疑，这一次不能往生。啊，所以念老慈悲也，把这些问题在此地都给我们解答了。啊，那么这些不一样的说法所说的以设法起生念，是指弥勒所问的生念。啊，在弥勒法文经里头，啊，说具足如是念，即得往生安阳国土。安阳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啊，凡有神念，啊，何等为实？下面给我们列出来了。啊，第一个，于一切众生常起慈心。啊，慈心就是爱心。啊，爱护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包括范围非常广泛。啊，生是生命，是生起，啊，一个现象的生起。啊，一切包括我们现在所讲的动物、植物、矿物。
动物、植物、矿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叫众生。啊，那么对一切众生，也就是对一切人，对一切物，对一切动物，对一切食物、植物，对山河大地，啊，这叫所有一切众生，常生慈悲心。于一切众生呢，不回其心。啊，回是伤害他。爱护他，就不忍心呢，去破坏他。若回其心呢，终不往生。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回其心，可以说用现在的话说，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啊，你看农作物破坏了，用化肥、农药，甚至改基因。啊，这是对于植物、树木、花草、五谷杂粮破坏了。那么造这种业的人，他不能往生。什么都是自然的好啊，自然是最美的，自然是最健康的。我们要爱大自然，啊，现在人由于机械的发达，科技的方便，可以把山搬走。从前人做不到，现在人能做到。从前人破坏大自然非常有限，啊，现在这个能量太大了，啊，甚至于核子武器能毁灭地球，发明核武的人、使用核武的人、执行核武的人，那就像爱因斯坦附体来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很可怜，他现在在核爆地狱，因为他发明核子弹，啊，天天呢在核子弹下受苦，啊，核爆的高温，连空气里头的细菌都杀死了，都不能存活。啊，所以他劝导世人，千万不要用核武打仗。啊，这个战争没有胜负，是同归于尽。啊，是人类最愚蠢的行为，集体自杀。啊，爱因斯坦附体说的话，他告诉人，地藏王菩萨慈悲，带出来让他透这个信息，希望能减少他的痛苦，啊，他能够离开地狱那一段时间，虽然不长，啊，十几分钟，啊，
这十几分钟不受苦啊，非常非常难得了。地狱里的受苦不由间断呢、他来透这个信息，好啊，这好事情啊，地藏菩萨带得出来。受完之后，他又回去了。这个业没有消除，他出不了地狱。诸位要问，什么时候才能出地狱？这个地球上的核武全部销毁了，都没有了，他能出来？只要还有一颗原子弹在地球上，他就出不了。你是多么可怕！这是第一个啊，慈心念众生。二者呢，于一切众生生起悲心，除残害意。慈跟悲都是爱心，佛教里面把它分作两个字，爱偏重在娱乐，帮助他得到幸福快乐，这是慈心。悲心偏重救苦，他现在的日子过得很辛苦，有力量，佛菩萨有力量帮助他，离开他的苦难，所以帮助他离开苦难，这叫悲。帮助他得到快乐，这叫慈，都是爱心。所以生起悲心呢，对众生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当然就没有伤害的行为。再小的动物都要怜悯它。三者呢，法护法心，不舍生命，不惜生命，于一切法不生毁谤。这一点，希望我们同学特别要记住。因为口是最容易犯过的，世尊在许多经论讲到三业，顺序都是身口意，身三口四意三，身杀道也，口妄语两舌，其余我口四种，意贪嗔痴叫食物啊，食物翻过来身不贪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身的三善业，口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这口的四善，意
不嗔、不痴、不贪，啊，这就是善业。基本的戒条不能违反，啊，处事待人接物一定要记住谦虚，决定不犯自赞回他，啊，自己赞叹自己，回谤别人。是菩萨戒经终结，啊，梵王菩萨经菩萨戒经里头有，一切戒本里面不但有，摆在第一条，啊，决定不可以自赞回他。我们自己要做啊，但是有一些同学，啊，对法师恭敬、赞扬、赞过头了，啊，说这个。法师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什么佛再来的，这个不可以，这太过分了，啊，过分就是造罪业了，那不是赞叹，那是造罪业，自己造罪，这法师跟着你千年也要受罪，这自害害他，我相信谁都不愿意做的，啊，但是这些事情明知故犯，啊，或者你真的不知道，我赞叹老师还会错吗？我把老师比成阿弥陀佛，啊，我们讲经也常常是这么说法，要看一切众生通通都是阿弥陀佛，啊，这不是这一个人，像海鲜老和尚有一天晚上烧香，烧了十几支香都插在香炉上插满了，啊，第二天有人问他，师父你怎么烧这么多香，他告诉人，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看到床上床下门里门外都是阿弥陀佛，啊，所以烧那么多香，啊，那是称赞众生没问题啊，啊，不能说我是阿弥陀佛了，这不可以啊，这大妄语啊，啊，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这都不可以，啊，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啊，中国古时候老子他说他有三宝，啊，三宝是什么？谦虚、戒俭，不敢为他人先，那是圣人，不是平常人，啊，孔子是圣人，老子是圣人，啊，大圣大贤，没有自己标榜自己，你看谦虚、戒俭，什么事情推在后头，不敢在人前面，啊，这个三宝就是他处事待人的心态，我们要学。我们是凡夫啊，诸位一定要知道啊，净空法师不是佛菩萨，
净空法师不是圣人现人，净空法师是个很普普通通的人啊，再告诉大家，没有福报的人，也没有智慧。啊，我要有智慧，有福报，我这一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一生没有道场，没有信徒。啊，人家说我信徒很多，错的，那不是信徒。啊，因为我们用网络，用卫星电视讲经，这得力于在家居士的帮助，他们做的。啊，我的现场没去看过。啊，网络就更不知道。那是电视前面的听众啊，听众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跟听众没有往来，我不知道他姓什么谁，我一生从来不记别人的名字，不记别人的地址，也不记别人的电话啊，所以我没有电话啊，我希望我过得清净一点啊，一个人一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啊。今年89岁了，89是什么意思？随时可以走啊，不是明年还在不在啊，明天还在不在都没有一定呢，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讲经是我一生的爱好，我现在专讲无量寿经，专修念佛法门，唯一的希望就是早一点，希望佛来接引我，我就走了，我毫无牵挂，我看到佛我就会跟他去了。没有别的期望，啊，别人恭维，哎呀，你老人家一定可以活到120岁、啊、那是骗人的，那是假话，可别当真。啊，一生我没有怨恨过人，这真的。啊，回报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都感恩。为什么？他帮我消业障，他帮我增福慧。所以我每天讲经拜佛都回向给他们啊，我供他们的牌位啊，希望这一生没有怨恨的人啊，没有对不起的人啊，处处我都推在最后，我没有站在前面啊，年岁大了，什么活动我都不能参加了啊。现在有一个方法
别人找我，我给他录个十分钟，录个十五分钟，啊，祝福他们，恭喜他们，啊，录一个小光碟，啊，他们的活动场所播放一下，啊，这是我的应酬。啊，其他的时间老实念佛，念念求生净土，是真的。啊，所以看到经上这个回谤，让我产生很多感想。啊，希望每一个同学在一生当中决定不回报别人，决定不要称赞自己，自己修得再好跟古人比差远了。啊，我这一生跟我上一代老师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乃至于方东美先生，我比不上他们，啊，差距很大了。啊，这一生最幸运的是遇到佛法，方老师介绍的，我跟他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门，以后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三年，啊，大师往生了，啊，又隔一年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啊，到台中跟他十年，学会了讲经，讲经是老师要命令我的，我那时候不敢接受，因为我知道古时候讲经的标准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没做到啊，哪有资格讲经？啊，老师非常慈悲，告诉我：你们年轻人不接着下去，没有人讲经，佛教会灭了。那怎么办？老师告诉我，讲注解。啊，讲错了，那是住的人，他负责任。啊，讲谁的注解呢？讲古人的注解。为什么？古人东西要是不好，一定随着时间淘汰掉了，不可能流传到今天。凡是流传下来，你要晓得经过多少人看过，还有人给他刻板流通，可见得他有价值，这就是个标准。啊，我们没有慧眼，啊，最好呢是大藏经里的有的，因为从前无论在家出家，你的著作要能入藏，那是一件大事。在那个当时，在家出家的大德看过你的东西，对你赞叹，最后还要经过皇上的批准才能入藏。啊，所以入藏是真正
标准。所以老师教我啊，所以我们学习经教一定是大藏经有的，学华严清凉大师的所抄，李长者的合论，啊，贤首过世的著作，这个没问题。啊，大藏里头有的，啊，楞严经，我跟李老师主修的是楞严，啊，用的20多种参考资料，都是大藏经上有的。啊，老师传我们这个方法了。我们才敢讲啊！啊，古著有些地方看不懂啊，怎么办？老师说，念一念就可以了。啊，不必讲意思，把它念下来，没念错就行了。啊，或者是看现代人，只看这一段，这一段我不懂，古著不懂，看别的注解。就看他这一句啊，看看能不能讲得通，能不能有一点悟处啊，有悟处可以讲，没有悟处找念就行了。老师慈悲呀，怕佛法了灭了传不下去了啊，不得已用这个方法啊，那么自己明白之后，最重要的依教修行啊，希望能有小的悟处，有少许的三昧啊，放下事出世间一切障碍修行的那些法，都把它放下。那我们的修学简单，一句佛号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能不能往生，全在放下。啊，真能放得下，真往生。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可以往生。年岁大了，时时刻刻都要放下，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这就对了。啊，护发心。不惜生命，贤公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念佛的功夫，我们比不上他，他的善根比我们深厚。啊，他具足了老实、听话、真干。这三个条件我们不去做啊。啊，学习的态度又好，真诚、亲近、恭敬。你看，有这样的条件，他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杂念，就一句阿弥陀佛。这样的功夫，累积3年，就能往生了。我们在《净土神仙录》《往生传》里面看到的例子太多了。啊，眼前同学当中。我们也看到几位
在香港大家都知道的啊，深圳王中昌居士听我讲解啊，三年可以往生啊，他就闭关三年试试看，如果真的他就走了，如果三年不能往生他就出关房出来念佛了啊，没想到两年十个月还差两个月圆满，他真往生了。欲知是知啊，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非常难得。给我们做榜样啊，给我们增长信心啊。啊，所以海鲜老和尚他比黄中昌好得太多，他条件具足啊，念三年能不能往生决定的是他没去啊。为什么没去？阿弥陀佛不让他去啊，佛告诉他他修得很好，可以给大家做榜样啊，给学佛的人做榜样，给念佛的人做榜样啊，不带他去啊，但是他功夫成就了啊，我们叫功夫成片，他得到了。那么在功夫成片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也不过三年五载吧，是一心不乱啊，是一心不乱的境界就是阿罗汉呢，见思烦恼断了，智慧开了，六种神通具足了啊，要往生净土呢，他生方便又余土，佛也没带他去啊，最后再提升，提升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跟慧能大师同一个境界。什么时候啊？我估计他25岁左右得功夫成片，30岁左右事一心不乱，40岁左右理一心不乱啊，得到理一心不乱，什么时候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前。所以我说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他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一生看到多少次，我的估计10次以上啊，决定不在10次以下，他跟极乐世界很熟悉了向佛，佛就现前啊，一直活到112岁啊，表法圆满，佛带着走了啊，最后的一个表法就是拿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看心里心目当中啊，所以期望的佛法兴旺，怎么兴旺？出家在家的同修
互相赞叹，不要回报，佛法就兴旺了。那排除门户之见，在中国十个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不能回报。回报是什么？回报佛了，报佛、报法、报身呢？你要报三宝，来生果报不是极乐世界，是无间地狱。这个总要知道。所以阿弥陀佛慈悲，让海鲜老和尚留在世间，给我们做个榜样。啊，表法就是做好样子。海鲜老和尚的天天要看，我每天至少看两遍，啊，一般都是看三遍。非常重要啊，天地变数越多越好啊，啊，一天听三遍，一年就是一千遍。啊，有人很用功啊，一天五六遍呢，那一年就是两千遍呢。啊，听的人告诉我，真的受用。坚定了信心，坚固了大愿，求生的愿望。这是真实利益，真实智慧。所以千万不可以回报啊，学者不批评人，只称赞人啊，把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引恶扬善，看到别人不好的不说，不放在心上，看到他的好处赞叹赞扬，这就对了。啊，四点呢，与忍辱中生决定性。忍辱是消业障，是远离灾难最好的方法。啊，古人讲积功累德，积累用什么方法？用忍辱，忍辱就能积累，不能忍，功德就不见了。啊，心里不一定不高兴，一发脾气叫火烧功德林。你很不容易累积很多年的功德，一发脾气全烧光了。所以要忍，忍功德存在啊，不忍功德就没有了。你看忍辱多么重要。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在大专佛学讲座里头给学生讲六度，特别着重的布施跟忍辱，这是布施是修福，忍辱是保全，让你的福报不至于流失。啊，所以《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法得成于忍，
无论是佛法是世间法，真正成就要懂得忍辱。啊，决定不能有竞争的念头。竞争是西方人的，不是中国的。啊，竞争在升级就斗争，斗争在升级就战争。啊，所以这不是好东西，要用忍辱波罗蜜把它化解。啊，所以在忍辱当中生决定性。第五呢，身心清净，不染利养。啊，身心是菩提心。什么是身心？清净心就是身心。啊，清净不染污。什么东西染污？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不能沾的。你只要一沾，就被染污。被染污，你的心就不清净。这个不清净就是轮回心，不是菩提心。菩提心是清净心，它就在我们经体上。我们这个经体后半段，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菩提心。啊，清净心是小少分菩提心，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平等心是多分的菩提心，菩萨证得的。觉是圆满的菩提心，诸佛如来证得的。它重要啊，一定要真干啊，明文理养要放下，别沾这些东西第六呢，发一切种智心，一切种智是圆满的菩提心啊，就是我们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觉，统统去除了啊，清净平等觉就是一切种智心。日日常年无有废妄，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告诉我们，真心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愿心就是无上菩提心，
印光大师对这句话非常赞叹，古人没说过，他老人家第一个说出来，是不是真的？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跟《无量寿经》的对照，《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样才能生净土。啊，这是《无量寿经》，佛告诉我们往生必具备的条件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条件，信愿持名。啊，信愿就是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通通具足了。啊，偶益大师只把它讲成四个字，多简单，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啊，在我们这个经上八句，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说得清楚明白。啊，要求我们日日常念，无有废妄。啊，废是改换法门，不修这个了，那就废掉了。啊，他怎么会有成就？啊，要一门深入。还嫌这个法表得好。92年，无有废妄，啊，真的是一门深入，真的是日日常念。这句佛号，不拐弯，就是无有废妄，绵绵密密。不间断，啊，就是他说他们的话说的，不曾丢失，就是没有间断，那就是日日常念，这八个字他做到了，啊，无有非妄是不拐弯的，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下面第七，于一切众生起尊重心，除我慢意，谦下言说，这一愿说得更清楚了。无论修哪一个法门，只要是佛弟子，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诲。啊，在一切大众面前。对人要尊重，自己要谦卑，啊，没有傲慢的意思，啊，谦下言说，要谦卑，要尊重别人，啊，决定不可以自赞毁他。啊，八者于是谈话
不生畏诸心。啊，这是日常生活当中与一般人往来谈话之前，啊，说完了，佛号就接下去了。啊，不要生杂念，不要生染着，啊，一定要知道，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不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都不要放在心上。啊，不是叫你不给大家讲话。海贤老和尚接到任何人都欢喜，这我们要学。啊，无论谈什么话，都不放在心上。别人向他请教，请他开示，他很简单，很扼要，劝导你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这是老和尚的口头禅。啊，老和尚生平这一句话讲的最多。啊，遇到人就劝他，时时刻刻提醒他，慈悲到极处啊，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不生畏着心。啊，最好我们还用佛法来解释它，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放在心上，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地球。静于觉意，升起种种善根因缘，远离亏恼散乱之心。静于觉意还没有大觉大彻大悟，啊，很接近的，啊，开悟，有小悟，小悟常常有。有大悟，啊，极小悟就会有大悟，啊，大悟总得修行个十年八年，有大悟处，啊，最后是彻悟，啊，彻悟就是觉，清净平等觉，啊，但是要知道，觉从哪来的？觉从清净平等来的。如果我们的心有染污不平，他生烦恼，不生智慧，真正清净的没染污了，见思烦恼断了。啊，五种见惑，身见、边见、戒取见、见取见、邪见断了。思惑，贪嗔痴慢疑断了，真断了，真的没有了。阿罗汉，正阿罗汉果。
啊，果然真断了，他六种神通现前。啊，贪嗔痴慢疑没有了，真没有了。啊，他自己知道，智慧现前，神通现前。啊，他可以不信，但是他真有。啊，像海鲜老和尚不现的，装作一个平常人，啊，偶尔现一现，也不是有意的。是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在光碟上听到，那是海庆和尚。海庆个子小，人瘦瘦的，矮小，人家都瞧不起他。啊，有一次他们那个桥石桥有一块大石头，总有上千斤的，那么重啊，啊，掉到水沟里去了。啊，离开桥大概有5米多，许许多多人都没有办法动弹也好，啊，他去了，居然把这个大石头挪动了，啊，拉近靠边，拉了5米，那个力气从哪来？别人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他说，我没有。全是阿弥陀佛帮忙。啊，海贤老和尚也有几次现世。啊，天气非常炎热，他叫人清理水沟。人家不晓得老和尚什么意思，但老和尚叫做就做吧。啊，把水沟清理好了，没想到他第二天下了一阵大雨，还好水沟疏通了，房屋没有进水，否则的话房屋一定会进水。所以人家会说，老和尚怎么知道明天会下大雨？啊，也没有气候报告，他怎么知道的？啊，这是偶然，有这个必要不说。啊，所以心要清净，心要平等，清净平等都是定，用念佛修。方法修的都叫做念佛三昧，定生智慧，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八者，于是谈话不生畏着心。啊，九者，静于觉意，生起种种善根因缘，远离困恼散乱之心。啊，这就是修行人为什么住在
难若。佛法的难若就是清净的地方。啊，离开街道，离开都市，啊，让心能定得下来，不受外头境界干扰。啊，选择这个地方啊修行。后面第十，正念观佛，除去诸根。正念就是一心，啊，一心念佛也叫观佛。为什么十六种念佛的方法都叫观，最后这个也是观，心里面只有佛，除去诸根，除去诸根的作用，眼见色，耳闻声，是不是在观佛的时候，眼不见色，耳不闻声？不是的。明朝教光法师著《楞严经》，他的注解叫真门啊，主张舍食用根啊。那么这里除去诸根，除去诸根被诸尘干扰，是这个意思。那就是真的啊，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闻声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动念这叫除去诸根啊，功夫就得力了。那功夫到成熟呢，不但不受没有这个分别之处，连起心动念都没有，那是法身菩萨了，那不是一般人了啊。三贤菩萨不分别不执着，化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这都是除去诸根。六道凡夫眼见色被色所干扰啊，喜欢看的多看一眼，不喜欢看的就躲避它，这就是受诸根的干扰啊。听声音也是如此啊，喜欢听的啊，很用心在那听啊，听他喜欢听的啊，不喜欢听的他觉得很烦很糟，起烦恼啊，欢喜也是烦恼。所以除去诸根干扰的烦恼，这个意思就对了。到这个地方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十念啊。下面宗要宗教曰啊，如是十念呢，既非凡夫所能的人，加两个字
就容易明白了。啊，弥勒菩萨境界高啊！啊，这是什么人呢？至少是信位的菩萨才能修啊！啊，粗心等于小乘粗口虚道行啊，他们有能力修，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当知粗低以上菩萨乃能具足十念，这就是这十种念。粗低是讲的别教啊，别教粗低啊，原教粗住啊，啊，暴徒常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个身念是他们修的啊，不是凡夫所能的啊。以上著述，先以此愿转为上品，甚至地上菩萨乃能具足，则中下凡夫何有得生啊？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啊，只是为上品。三辈往生里头，上辈往生，上辈往生生十宝庄严土啊，那就是别教初地以上，原教初住以上啊，专为上品，甚至地上菩萨初地以上的乃能具足，则中下凡夫，中是声闻缘觉，下是六道凡夫，何有得生啊？确确实实不能往生啊。可见以上诸家之意，就是他们的议论，他们的说法，为其尽宗他立国教之真谛。念老这句话说得好啊，不契合净土，净土全靠阿弥陀佛，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修因正果净宗，不是修因正果，完全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而得到的果报。所以无论是哪一个等级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弥陀四十八愿的加持，这个加持是平等的啊，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得加持，一得加持，他的神通道力跟初地菩萨没有两样啊，所以他叫果教啊，不是从因到果，他是果，阿弥陀佛加持得的这个果报。
不是自己修来的，这是净宗的殊胜啊！净宗全靠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不能有丝毫怀疑，有怀疑就错了。我们要相信第一这个海贤老和尚，他给我们做出榜样，他告诉我们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给我们作证啊，又给我们证明下联句老居士这个本子真经，不能怀疑啊，怀疑你吃亏就大了，真经。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知正见，可以依靠的，没有问题啊！依照这个法门修行，决定的生净土，真正不可思议。我们再看至于义极法师以观经下品下生的十念住本经第十八愿的十念深有见地，符合净宗国教的教义。望西大师说：“宗家不二，宗家他们称善导大师，不敢称他的名字，称宗家，他们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今之圣年，但是口称呢，上进一行，下至一念，这个一行就是一生，我们这个身体在一生，一生念佛。像海贤、海清都是一生念佛。这是上。至于下根没有这么好的缘分，一直到临命终时才遇到善友，才劝他念佛，他一听就相信，就真感。一念也能往生，下这一念，通于三倍也，上中下三倍，摄于九品，莫不皆往，通通往生。这个意思重要，非常重要，没有一个漏掉的，这才符合净宗他立国教的真谛。我们千万不能怀疑，要怀疑这一次无比殊胜的缘分就错过了。李老师过去劝我，自古至今多少聪明人都相信，都不怀疑，都往生了。我们看到这些榜样，就应该信一次吧。信一次果然成功，那我很幸运的，就成就了。相信古人不骗我们。
啊，纵然被他骗一次也甘心。老师真慈悲呀！啊，这样的劝我，啊，我很感恩。接受了没有？没接受。啊，我跟诸位说过，我接受是讲《华严经》，讲《法华经》，讲《楞严经》。在这些大经大论里头领悟体会到了。啊，特别是华严。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忽然想起来了。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啊。入室的弟子啊，他修什么法门？啊，以前讲经都没注意到，这样一反过回头来去找啊，一下就发现了。第一餐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专修念佛法门啊，这才晓得。那再看幕后。末后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这就行了。你看，自始至终，彻始彻终，善财修什么？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华严经啊，这么成就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当中善财还有五十一参，每一个善知识学的法门都不一样，他都去拜访，都去请教啊。这些善知识都把他们修学法门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告诉他，他很感谢。怎么样呢？不修啊，这是什么成就圆满的厚德之啊，不是他不晓得，他晓得。你问他，他们都知道。啊，自己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我看到这些地方啊，就相信了。啊，对于这个回集本，对于念老这个注解，非常认真的学习。啊，黄念老是我的老师，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名分啊，但是我跟他学习啊，他做我的老师当之无愧啊，他讲这东西我能听得懂。我们看底下挂虎，谨念一生者，这一生什么时候呢？临终一年，这是一个意思。或者呢，获得一念净心，最后这一念心地清净，心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想往生，有这个念头，他能往生。发一念心，念欲必佛，一切都往生。
统统的往生啊，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遇到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决定不要怀疑。啊，我得来不容易，我很后悔。如果早年老师一劝我，我就接受就相信了。我今天很有可能念到一心不乱，前头没有接受我啊，还是被这些大经大论扰乱了啊，还算很幸运，终于回头了啊，终于相信这个法门，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才有把握啊！了生死出三界，告别的法门没把握啊！多幸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